丰田。上面下面都有很像椭圆形，上面下面都有椭。我知道这边掉的圆形，跟你讲我都干想象不出来。选一个，开槽直接开始了，开始降降，快降，好，很多的三角形，很多布满，很多，应该是算是锥形的，它应该算是锥形的，不怎么着讲。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，锥形的很多很多很多，锥形，对，好，来来来，然后嘞，就这样，很多很多很多，真的真的啦。他可以，他画在头脑里面。这种就要讲他的锐角是下，在下面。有他出来了，他有吗？有吗？我不确定。我觉得他有。镜头看，给镜头看。答对，快抽一个，快抽一个，去吧去吧，抽一个，抽一个，我要抽一个，快点抽一个，随便抽一个，随便，快点，来。啊！怎么了，丰田？快讲，快讲，快讲，快讲。中间，狠狠的一条线，到底哦，就是只长的最长的那种。好，然后。顺着这个线，上面下面都有很像椭圆形，上面下面都有椭，我知道这边掉的圆形，跟你讲我都干想象不出来。然后上面的那个圆形有没有？上面有很多短短的直线，有小小的直线哦。其实是就这样子了。画得很好，他画得很好，哎哎哎哎哎哎，周画得很好，有了，哎，他画得很好，重点是他怎么，你怎么会，他怎么听得懂在讲什么？直线，直线，直线，椭圆形。哎，用跑的，用时间限制，用跑的，来。给镜头看，给镜头看，镜头看。哎，对耶，快快换你，换你，换你，换换我画，快快快快。他们美术概念都很好。画左半圆，搭一个右半圆。画个左半圆，再画一个右半圆。右半圆，搭起来，对，搭起来，搭起来，对，把它合在一起，然后它的底下会有一条线，直线，一条线。这是南波的吗？然后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，重复。啊，我懂了，像这样子了。好，那你赶快去吧。去吧。有了有了，我知道我知道。丰田不要跌倒，你感觉会跌倒。又跑了，然后不要跌倒。可以吗？半圆的左半。哎，不是。啊！等一下，我觉得是他哎。有了，左半圆，我觉得他可以，可以吧？他如果没找到，我觉得我有找到，哇，他好开心哦！我的答案是，哇塞，哇很快，碎碎碎碎碎，碎碎碎，应该说如果眼睛应该是垂直。我们来看看时间，总共用了刚好十分钟，哇，还不错，十分钟。